母子联谊大会，条件竟然是有刺青，在身上刺上梅花，这个是坚韧不拔的意思。因为我之前有一段六年的恋情，那个梅花是我们的国花，所以你是爱国的，对不对？失恋了，儿子跟人家交往，怀孕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要去怀孕，就是登记结婚。讲我都不敢讲了。开玩笑，我们不能杀生嘛，所以说，所以呢，今天晚上是主打的班。